听的还不是我们的自己节目哈。好，那今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詹冷毛 ，from Denso IP 拉克PhD KPS。嗨，之后今天很荣幸的请到 B 团我们团的两位小助教，也不是小助教，已经是老助教了啦，对，已经是没有人要的小。对，好，不重要。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是Melo 老师 from PhD， 耶、yeah ，还有另外的团叫什么？你跟蔡蔡的团叫什么？叫 Two or More。哦 ，Two or More，Two or More，OK，PhD、okay、and Two or More。from 嘉诚，不是 from PhD and 8598。自入性行销一下哈，那个85的老板看到哈之后，这边帮我上一个那个 icon， 好不好？有对你业绩有加分吗？还行，还行吗？好，找要喝酒找他好不好？我们这个比较垃圾一点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负责 locking 的部分，但我们没有要教很简单，所以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的重点会在于五的流畅度，后来的整个说，locking 大家跳不好的一些原因啊，我分析了几个状况，这之后我们待会慢慢说。好，我们今天要教的一个是那个Marcel Parker 的 Quick Step， 好，那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Q 完的今天的课程哦。好的，一的时候，我们今天不会再讲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基础动作，我们就会把它简单的省过去。那顾名思义，我们是 lock，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 lock 的动作，但是我们 lock 要开脚，第一个要开脚的部分，一把它开脚，对。还之后记得哦，我们这时候律动要是上的，我们不要做 lock， 把它做死，我们要做一个有弹性的。一二的时候，我们要做 Scooby Kick， 把左脚往外踢，二三两下，再一次哦 ，Scooby Kick and Witcho， 三个东西 ，lock。Scooby kick and 转手两下，两手，不好意思哦。所以我们这三拍来练习看看 5 6 7 go 1 2 3 5 6 7 go 1 2 3 OK， 所以律动是上上上，记住就好，上来，然后我们做 lock 的经典动作 double lock。所以前面的 rhythm sense of rhythm 的，对不起，韵律感。前面的韵律感是 1 2 3 4 4这是拍子。韵律感是 1 2 1 ta la l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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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 5 6 7 go 啊 ta la l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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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对，所以把这个韵律感记住哦。在上课的过程记得，韵律感比较重要，我觉得就是比拍子重要。拍子是辅助你跳舞的方法，但是所谓的韵律感是让你跳好舞的关键啊。韵律感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韵律感里面会包含那个力气的大小跟拍子的走向。OK， 所以最后这边是四五的时候，身体往右哦，往左，五，呼，呼，呼，重心在左脚。重心在左脚踢，重心在左脚踢，重心在左脚踢。OK， 踢之后勾回来，这边都用你大腿后侧的力气踢勾，踢勾，踢勾，踢勾。然后想象你踩到香蕉皮，呼哈 ，5 6。踢勾踩到香蕉皮 5 6 7 go 踢勾踩到香蕉皮 5 6 7 go 踢勾踩到香蕉皮。所以连在一起，这个八，这个八是里面最复杂的一个八吧，应该 1 2 3 4 5 6 7 go 收回来 6 7 8。好，从七七四哦，嗡嚓嚓嘟嘟啊啊，轰哒啦啦嘟嘟嘟啊 ，5 6 5 6 7 go 轰嚓嚓嘟嘟嘟啊啊，轰哈嘟嘟嘟啊，我一动再一动，5 6 7 go 嗡嚓嚓嘟嘟嘟啊啊，轰哈嘟嘟嘟哈。一的时候，先讲，大家都会做六步。但是我们六步的时候，把你的腰的部分再推出去一点，所以加一个 four corner， 腰，然后把重心
放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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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所以一的时候一，二的时候用你的脚尖跟左大腿的后侧，二耳三按。对，所以重心会在这个地方哦，对，会偏左边。但是二的时候用拉扯力量，你的脚不是脚，好不好？是背带动的。所以我们做一次，一、二、三、按，五、六、七，走，一、二、三。再一次哦，一的时候记得是有一个推的力气，一这个地方。二的时候，这边你的脚尖会翘起来，二、三。四的时候，把重心收到这里，四收回来，所以是四、四、五的时候再往左推，五。所以连在一起前这五拍，一、二、三、四、五、five、six、seven、go、one、two、three、four、five， 所以那个 four 要很长哦 ，one、two、three、four、five、six、seven、go、one、two、three、four、five、five， 然后把重心扭转 ，three、six， 像一个。像一个哭的形状，哭，日五十音的哭，哦，大，小鱼，大鱼，小鱼，小鱼，这个形状啊，对对对，所以重心整个推过来，推过来，推过来，加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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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手之后再来做，微搓 ，lock， 所以第一个八，我们先做第一个八，再做第二个八，五。第一个八的复习 ，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的时候第二个八 one two three four 的时候过来 four five six 哦 five five 这边 six 身体偏左 seven eight OK 两个八试一次哦，我们先数拍就好了，我们等下四个八再来做。一起的音乐，五、六，从头往擦啦，滋噜噜啊啊，轰哈，滋噜噜啊 ，and go， 哒啦停 ，go stop， 咕噜噜，嘟噜噜哈，嗨，前两个八就这个样子哦，来最后一次哦，最后一次哦，哦，刚刚许少林说戴口罩会累，真的，五、六，五、六。七走，我擦擦嘟噜噜啊啊呼哈嘟噜噜哎啊哒啦 stop go 哒啦呼嘟噜噜呼，好，那接下来我们对个音乐试试看哦，来准备哦，还有一个八 ，five six five six seven go。前两个八，来，那个亲爱的朋友，这是以上两个八的状况啊。那大家能学就尽量学起来。那如果不能学的话，你对 locking 的所有的动作拆解有兴趣的话，再来我的课找我。要不然怎样？自入性行销。后来就先了解身体怎么动，后来韵律感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OK， 然后我们要接 scuba， 第二个八，第三个八就是我们的 part two 的地方，第三个八做 scuba。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有一个脚的部分哦，要记得左脚、右脚。哎，这又没有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拆开来讲比较难讲，对，所以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And 收过来，这边是五。五就是五哦，五一二三四五五五五 ，OK 五，然后做一个啊，啊，所以一样用口吸，腰，对不起，那个腰部的地方口吸 ，and， 好，对这个地方用这边用力哦 ，go stop， 然后这边是五六五六七的时候，想象你是 Bruce Lee 李小龙本人，左右左
拍腿，五六七八，左右左，五六七走，左右左，五六李小龙，左右左，然后想象你是那个叫什么 ，Big Bang 哦，那个感觉很厉害的，嗡，直接坐过来。所以在做这个的时候，记得你身体先往后躺，哦，先往右，往后，哎，重心摆在这边啊。回到这边，所以再用身体再往右边画一个圈，用身体画一个圈啊，把心情放在里面啊，边唱边教，所以用身体画一个圈，然后放到右边，所以连在一起是左右左画圈到六七八，左右开脚。画圈到海洲，帮我做上下就好了。左右左，画圈到上下。空头力怎么玩 ？5, 6, 7, go。左右左，画圈到上下，画上下，然后用这个左边这边的力量往这边跑。对，向这边跑。对。再一次哦，左右左哦，对，看要看镜头，左右左画圈到上下滑，这是左右左画圈到上下滑，五六七八，左右左画圈到上下滑，起起来的时候就想象你那个头痛啊、刺激痛啊的头痛的部分了，头痛起来，然后。头痛 ，OK， 所以你只要顺势摆正就好了。所以这边屈，画圈到上下滑起，头痛就没了。所以来 Part Two 第二个环节 ，Scuba。一、二、三、四、四、五、六、七 ，and 八 ，and 一的手肘，一、二、三、四 ，and 五的手过来，五、六的手起来，六、七、八，再一次哦，五、六，我数正常的，我就不停了 ，5, 6。Scuba， 来，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到这边。所以，来，我们先数拍前四个八对一次，五、六、五、六、七，走，一、二、三、四、四、五、六。七 and 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七七八，一二三四四五六 and 七 and 八 and go， 三四四五哈呼啊，嗨，我们对个音乐哦。我不应该笑少林的，好喘。啊，准备 ，six。5, 6, 7, go。好，我们上半部分结束咯，那我们现在往下半部分前进。那下半部分比较多需要身体的控制的部分，那我们会加强在我们要叙述身体怎么走，还能量怎么传递的部分。那麻烦各位就好好的吸收努力 ，come on 哟。哎，一的时候呢，我们一的时候把身体往右挤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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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压。OK， 一、二的时候手从这边走，二，再一次哦，一。二一二，所以你在挤压的时候，你会偷偷用到脚是 OK 的，对，不要笨哦，不要这样子，这样就很笨。这是那个抖肩舞，
OK， 所以要有一点点角，有点律动感。二再回正，三的时候用你的拳头跟这个叫下手背，下手背敲东西，敲，敲。所以施力点在你的拳头跟你的上手背，在这块就好了。所以一往下，二三，再一次哦。所以是右正右，一二三四，四到这边，二到三到这边，三把它收过来，脚顺势过来，再一次哦。一二三四，这边是四拍，但是我们要加快哦，变成一开始一 n 哦，一 n。二 n 三，再一次哦，五六七走，一 n 二 n 三 ，five six seven go one n two n three， 再一次哦，这个是虚的哦，小小小小的就好了。three four 的时候，用你的脚尖跟你的大腿 four 到这边，再一次 four 七八 four four。four， 坐到这边，你大腿算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支力点都在左大腿。从这个八开始的施力点，都会在左大腿。一、二、三、四的时候管四，五的时候坐这边做个 low， 再用你的一样是腰腰的部分做个 low， 拖过来。对，上半身不要特别控制哦，不要这样子哦，嘿，哦、嗯，也不要嘿，重点是呜。像云霄飞车被啊被拉走的感觉啊被拉走的感觉，好的，再一次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到这个地方，对，这顺势垂脚，七的时候身体往上，用你的小背，七八的时候收过来，八。七，脖子最后八，对，再一次哦，这个八，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东西，七八收回来，一的时候往左往后面走，一手都会加在这边哦，一二的时候一样右边二。海抽三的时候才抽回来，三 ，double lock， 四四，再一次哦，第二个八，左边，右边，上面，下面。后来 locking 跟 waking 比较不一样是，waking 都会用上手臂做施力点，但 locking 要用手腕跟你的整个内侧去用力，对，才会有那个线条。waking 是这个线条，所以会在上手臂外侧。但是 locking 是这个线条，所以会是在上手臂内侧，不太一样哦，要注意哦。那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是，呈现的感觉会给大家不太一样。那 locking 会比较给大家粗犷、阳刚啊，后来之后比较利落的感觉。那利落的感觉其实都比较需要外层的力量，关节或是外侧肌肉。但是 waking 会比较给大家改一个那个水水、柔柔、妹妹、可爱可漂漂亮亮的感觉。那它所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动作的施力点会改变于你对舞蹈的 image， 就是印象成分。那记得这件事情，他去选择你想要。假如说你今天想要当女生一点点的，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上手臂，会比较像女生。那如果你要强到像男生的话，就是嘟嘟嘟；那女生的话就会是 go go go， 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随便做的。对，就是你改变你的施力点方向，你给人家的 image 就会不一样。OK， 所以第二个吧。一、二、三，帮我做 double lock。四、四 ，and scoop it as a scoop hop，and 摸这个肩膀，哈哈。对，好，像那个，啾啾啾啾，那个节拍器一样。所以你的脚只有一次在地上 ，and go， 连在一起做五。六四五八号 ，go go go go，OK。所以第二个吧，一、二、三，
四四五的时候先伸手，五有个 non demo nine， 什么事都没发生 non demo nine， 嘿，然后再做 scuba hug， 再一次哦，五六 three 八 one two three four for the mic， 滋噜滋噜噜 up five three five three seven go， 我唱滋噜哈哈呼。哒啦哒啦哈，来连在第一个八，从右边开始哦。你那个 k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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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我真的超级受不了，你给我拿下来。再一次，再一次，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起起来，七、八，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来，我们数拍再一次，用快的哦，五六七，走，一 n n 二 n n 三四 n n 五六七 n n 八，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来，我们对视音乐哦，来准备哦。接下来下一面喽，看最后这个细节，最后一个东西，然后很简单，七 n m 八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太多右边的动作了，我们要往左边拉进来一点，一要往这边跑，所以七八的时候 n n， 对，一的时候往左边跑，一二收脚脚，所以一的时候往左边啊，这边是 n n， 一的时候左边一二。三，帮我做一个 pose， 随便大开大合的，三、三、三、三都可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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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随便。所以左边一、二 ，pose， 四 M 的时候 close 交叉 ，end 起来 ，one seven go，one seven go，one， 然后做 take a quick， 海走你的左脚先做 ，go 起来。勾起来，勾起来，勾起来的时候用右手退，拉回来，对，所以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five six seven go 下上 three and four， 刚刚是不是说错啊？再次五六七八下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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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five 的时候再来伸，像投球一样。投球的动作，投球的动作，对，投球，投球，对，这个投球，投球啊，投球，投球的动作，对对，投球的动作，所以擦啦擦，滋噜噜哈，投球，对，再次五六七八，哈哈，滋噜噜哈。投球，转圈的时候，用你的肩膀先走，脖子放在这，转圈 ，go， 对，记得这个地方先做 ，go， 对，所以连在一起，第最后一个部分，一的时候，一、二 ，pose， 四 ，and 五，六 ，and 七，八。一的时候，一、二、三的时候随便，三往下就好，把重心往下。四 n 五做经典的动作，四 n 五啊 ，lock 的地方，所以连在一起哦。这边这边的拍子比较复杂一点点，但是动作比较简单一点点。五、六，左边先走一、二、三、四 n 五、六 n 七、八 n 一、二、三。四五，来默契动 ，five six five six seven and eight go 停，三四 and 五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 solo
这边你要怎么送？越繁复越好，这边发挥你的创意，越繁复越好。对，后来六哎五六七八一六七八一四拍，所以这四拍麻烦你，很忙的感觉，给我一个很忙的感觉就好了。对，哎，再一次哦，五，哎，今天要大大动作，很大的动作啊，很大的动作啊，都可以，就是要大的动作。那最后一个部分，五、六、七、M 八，一、二、三、四、N 五、六、N 七、八、N 一、二、三、四、五，大动作，六、N 七、M 八、N 停，那停这个地方 ，OK， 有没问题？来，我们从头 run 一次哦，这边开始，从头 ，five six。从头开始，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八、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边二、三。四五六起来，右边一二三四四，拿那边来六七 n 八 n 一停，三四 n 五六 n 七八 n 一二停 ，solo 七 n 八，太早 solo 了，太早 solo 了，哇，这个声音，这声音也、欸、可以，哦，扎实的。OK， 来，我们好的，我们来对一下音乐哦。准备，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三、四、五、二、六、七、一、二、三、四、收。OK，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略大纲式的讲解完毕了。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全部 totalu no 总复习，哇，台湾人的日文哦 totalu no 总复习。好，那个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是，很多人对于 locking 觉得它是一个易学难精的东西，重点就是你抓不到所谓的 locking 的 quick call 啊 ，quick call 这个东西很重要哦，就是它的抑扬顿挫或是平仄什么有的没有的，你的出力点你要确定知道。那这首歌好处它是一个 funk jazz 的歌曲，那你的一每次都要用力，你所有先尝试着，你每次的一都是最大力，一最大力，一最大力，一最大力，那跟这个 funk 的曲风是一样的哦，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funk 一都超大力，你就会对，你就会像 funk 这个东西。对，所以记得今天所有的课程一都要最大力。第二个是我们要强调重心的摆放跟能量的传递，那这个东西需要你要够了解你的身体，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比较稍微仔细的讲一下所有里面的能量传递的部分。好的， OK， 那我们今天从头开始走复习哦。一的时候想象一颗能量的球掉到地上，一，然后能量的球往右边丢，二，这样子就好了。所以你要想象这件事情，用想象力带领你的身体，三，再做回来，对，所以是丢丢丢啊，不是丢丢丢这个样子，想象这条路径就会起来，丢丢丢就会起来了，所以你的身体要跟着用力哦，如果是就算笨笨的，你的想象一颗很重的篮球在这边啊。就可以了，拍中四，它一样哦，都用手腕跟手臂哦，四，两下 lock， 踏踏，对，切记不要用肩膀，肩膀是初学者会犯的错误，不要用肩膀，肩膀会让你看起来很小，用拳头会看起来很这样，很像狗狗，汪汪，对，汪汪，嗯，不要汪汪 ，no 汪汪 ，no 汪汪，好不好？不要汪汪，对，所以正确使六力的方法是你的手肘跟你的上手臂。七八，嘿嘿，七八，嘿嘿，所以前面，哇，哈，呼，嘿嘿，踢的时候一样，重心的部分，踢，
勾，都是用大腿后侧哦，都是用大腿后侧哦。踢，勾，踩到香蕉皮就可以了。好，来继续，一样 ，six step， 大家都会做，大家都会做。那我们要怎么做的好看呢？就是把你的身体加进去。第一个，多你的腰，多你的上力动。对，第二个，修你这边的动作，让你做这些踢。踢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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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修一下这两个动作，会让你的 sister 更好看一点点。一踢勾踩到，会到这个地方，重心会摆在这边，然后想象这个地方有了拉你，拉你，然后丢出去，丢，然后身体去，哭的形状，转手 ，lock。OK， 前两个八的再一次小复习，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 ，Good， 哒啦啦哈。OK， 接下来是 Scoop 吧，这个动作，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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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样用手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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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腕用力哦。然后起来的时候，憋气，放松。对，记得憋气，放松。对，然后李小龙，来做一个很夸张的 roll， 上下移动，起来摸头，哈 ，OK。这样一样是重心能量哦，右左上上下上，这边左右左，重心开始走，流窜全身，丢下来，再往这边走，再往上，这能量在这边丢过来，所以其实都是在讲能量的传递哦。嗯，有时候很多人拉筋觉得它像积木，对，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的很像动作在加加减减，但是其实所有东西跳舞就是一个要让身体很圆，后来之后强调能量的传递，还核心用力，这都要用力，不要只是让 locking 这个舞风只有加加减减。套一个我很敬仰的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让自己的 solo 成为跳圈海豚。就是乞讨别人喜欢的鼓励，嗯，就是你自己在跳舞的时候，心理满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一直为了大家的掌声而跳舞。有时候需要，但是不是代表你它是你身体的全部。嗨，所以这是第二个八，再一次哦，五、六、七，走，走，三、四、四、五、六、七 ，and 八 ，and 走，停。上下走，起来，住哈 ，OK， 再来第三个部分，记得这边开始有一个反拍的要求，所以这边是 E N 哦，要记得这边是 E N， 不是 N E 哦，是 E N N，E N N， 所以 E N N 这个弹性要有 ，E N N， 对，这个弹性 ，E N N， 嗨，二 N N 三才掉下去 ，E N N 二 N N 三七八 ，E N N 二 N N 三四的时候一样。能量在这边传过去，这边四，能量在这边传过来，这边六，七的手起来，七，能量在这边往这边推，八，对，所以这边又是能量的传递哦，一、二、三、四、五，哈哈，尽量在跳舞的时候把你的圈圈打开来，圈圈，右上、左上、正上、正下。谢谢，对对对对，这样你的跳舞就会看起来很广，而不是，它就很呆板，它就很呆板。那我觉得现在都2021了，可能 old school 的跳 locking 的方法很酷很帅，但我们在走，时代在走，人要改，还有我们要尊重所有的 original 发明的东西，让我们来使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然后加以。自行小小改造一下下，就像改造你的爱车或是改造你的爱家一样，原本住宅就是那些坪啊，就20坪，你要怎么改自己改好不好？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也不能没有书哦。
己都吓到，自己都吓到，没有，这个不是在备课课程里面。对对对对，好，所以再来这边是哦，七八一的时候一样，我们每个一都要大力哦，所以用你的大力气，用你最大力气，一、二，来一样交叉，三、四，是一个你拿我没有办法的感觉，你拿我没有办法，然后再做这个动作。对，所以这边是左边、右边、上、下、下，没办法，走，要连在一起哦，嘿嘿，起来的时候左边呼。停，还之后记得这个很重要。停停，觉得自己很帅，不要这样，呼，就很虚，都是二，那不一样。呼，对，让自己是帅的。对，本人不够帅，但是会装模作样，呼，帅帅的。对，所以帅帅的时候记得挺胸，这样子就不会帅。记得要挺胸，帅帅帅的，然后做交叉起来。然后做 take a quick 这边脚的部分 take a quick， 然后棒球的动作，转圈，肩膀先走，掉下来，然后转手 lock， 呼 lock solo 的部分。哎，这以上是我们这一次这堂课所要传达的所有内容。嗨，那这个里面可能东西很多，你会觉得很复杂，嗨，你学不起来，没关系，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第一个，所有的时间轴上面下面都会有整理给你，那你只要点回去就可以了。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还学不起来的话，记得 YouTube 有 0.75 倍速，你可以慢慢的一格一格的去看你的动作有没有学对。嗨，这是第二个。那当然你也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说所有联络我们的方式，联络我的方式，我的 IG， 我的 Instagram， 哦，都一样，我的 Facebook 跟我的 Instagram。 OK， 那还有武魂的 Denzel 的那个信箱，或是 Denzel 的官方网页都可以联络到我。后来最后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所有的就是动作的部分，拉丁的历史是很博大精深的，那我们今天没有再针对所有的那个历史动作去讲，或说这怎么做啊，或怎样，会我们今天会以让你觉得好看，让你觉得自己会跳舞的出发点去执行这个东西。那如果你需要这些的资讯，当然可以有很多方法，网络上也有，联络我也可以，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跟我联络 connection。 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做这首音乐的时候，在就是在编舞的时候，对我来说，一支舞里面，一个音乐里面有歌手，有 band， 就是乐团跟舞者。那如果当今天我们这次选的音乐是没有任何的 vocal 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 instrumental， 那我们舞者就要担任起歌手的责任。所以我们在编舞的时候，就有点像要把自己在唱歌一样，所以用身体唱歌。后来结合所有的和弦、效果器，或是萨克斯风，还有鼓声，来进行我们的身体唱歌部分。所以你跳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要这边要压什么，这边要对什么的时候，记得，它每个拍子都会有一个声音去做。那你只要去认真去压到我想要的力量跟那个 quick call， 你就会做得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总结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来跟着音乐示范一次哦。